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，地球人所用的这些武器，科技的能力，不能消灭地球。这个东西发明之后，人类有能力消灭地球，问题严重了。再向前发展，越来这个危险就越大。 核武战争，什么有胜负？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所以很多人知道这回事情，生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。这个世界在今天真的。 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，这富贵人没有安全感，不快乐，生活得很辛苦，没有像孔子讲的，是不亦乐乎。佛陀说的长生欢喜心，这个做不到，求不到。 法喜充满，不亦乐乎，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，真正的快乐。我们希望在图文邦做这个实验，把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教学的理念方法在这边做实验，实验成功，我们再带动其他的地区，带动全世界。 让我们真正能够在科学技术之下也能够得到安全感，也能够得到幸福快乐。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就说到此地，希望我们共同努力。图文邦是第一个源头，我们这里做成功了，带动全世界。 让整个地球人都能过到幸福美满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。谢谢大家。